你听见钟声了吗？今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。哦，这个女生应该叫做沙去哦，沙去啊，沙克希啊，管她叫什么名字。你不想在仪式时间开始之前看到你儿子吗？当然想，但是要的就是这种精神，向前走，跟你回到村庄去，我等不及了。啊，一个奇怪的一个开头，然后呢，一个标记都没，就是一个开场标题都没有。啊，然后呢，找到你的房子，并接走您的儿子 Zio。啊，这款游戏呢，老头呢，在一个国外的这个游戏频道看到有人在玩，感觉画风我还蛮喜欢的。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，所以说就把它下载来玩了。这款游戏叫做 Smoke and 怎么念啊 ？Smoke and Sacrifice。Smoke and Sacrifice 啊，叫做 Smoke and Sacrifice 啊，中文翻译呢好像是烟雨牺牲的意思吧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游戏呢外形看起来很像那个 Don't Starve 啊。很像 Don't Starve， 我就觉得很像啊。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在玩什么，不过好像是 RPG 制作大师制作的游戏吧？哎，不是 ，RPG 取向的游戏啊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啊，我们现在找一下我们的儿子啊，希望这款游戏可以不错玩啊。好，然后说我是一个女主人翁这样子，哦，然后这感觉好像是有点那种蒙古的那个地区，然后搭配那个有蒸汽的一个元素的那种感觉啊。你看这边有水牛，这水牛吗？我不知道是不是水牛啊，不管了，找一下我们的儿子。哦，这边有洋娃娃，还有洋娃娃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真的看不懂。你好，我希望你很期待你儿子的仪式。神父，我们已经主持了100多场仪式了，而他们仍然让我们满足的喜悦。准备好你的游行时，请把孩子交给我。我觉得这应该是贡品之类的，这个孩子可能被选为天选之人哦，然后呢要被拿来当成贡品这样子哦，不是很多以前的那种仪式都是这个样子吗？哦，我们触怒了众神，我们必须献祭一个处女哦，献祭了之后呢，众神就会息怒了，这样子。哦，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，我不清楚。我是觉得这种东西啊，就是他们文化的一些一些文化的东西啊。我们这种东西，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没办法去用我们的方式去思考啊，对不对？两边不同嘛。哦，这是我的小孩，找到了。嗯，我跟他讲话。你在这儿啊，利友才刚醒，他一整天都很乖，但他妈妈要找，但他现在要找妈妈了。OK， 我要怎么进去？不是啊，重点我要怎么进去啊？你说找妈妈，我要进去，不给我进去啊？哎，麦考哦，直接按了就好了。哇，宝宝乖。你在这啊？你睡得好吗？是的，你睡得好。这个翻译超烂的，这个机翻。哦 ，Zio， 我知道这样最好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啊。果然，你看他这样哭，哇，他的眼泪居然是从他的头流下来的。好，他只是流汗而已，他并没有流眼泪哈。哦，就如我所说的，他被拿去献祭了。给。这样好多了，不是吗，小家伙？给他小。如果你知道今天晚会有什么娱乐在等着你，你就不会滔滔大哭了。啊，神父在太阳之日那边等。好，我去了。献祭，献祭。大家好像都很推崇这件事情，只有自己亲生母亲会流泪而已。你准备好仪式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。来吧。我们的儿子年纪轻轻就要这样子被弄死了，我觉得这种很可怜欸，那没得选择，你知道吗？哇哦，撒这个紫色花瓣，
哇，他们的仪式好特别哦。顿顿顿，其实说真的，这个美术风格我还蛮喜欢的，不过我希望它可以再精致一点。我可以往回走吗？会不会被抓？抓住他，他是叛徒。哦，不完成就不能离开寺庙。哇，被强制传回来了。你看他头上戴的这个像太阳，这是太阳神的这个辅祭，太阳之树的辅祭。这让我想到之前玩《地平线》里面那个什么太阳神族也是戴这个面具，哎，超像的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准备好了吗？非常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我们再一次收获太阳之树的温暖，我们再一次长子用长子的仪式来敬仰你。当他在白天渐渐消失的夜晚，哦，你说啥？我们向他哀求，用你的凝视拥抱我们，让他永不闪烁，接受我们的献祭，而你的赐福将得以继续。哦，然后呢，这名女性呢，一个无名婴儿的母亲，先被你献了出了他，然后呢，带着感激、奉献和爱，把他交给了你。哦，真的好累哦。当你准备就绪的时候呢，将这个婴儿放在祭坛上面。好啦，烦死了，这个婴儿我不要了，滚！我的孩子，好难过。No。哇，消失了，好像被传送走的那种感觉。献祭被接受了，太阳周期继续。所以说他们就是要献祭这个婴儿，献祭他们这个好像这个被选中这个什么村子里面这个长子。然后之后呢，太阳周期就会继续，意思就是说太阳就会持续的照耀他们这样子。任凭这个无名的孩子作为礼物，哦，我们表明了我们的信仰。伟大的太阳之树，愿您慈悲的赐福与我们同在。啊，算了算了，他们知道你过去的名字是 Leo， 他们就不能给你这么多吗？明明就知道是 Leo， 硬要说是无名。我要一起去，我要救我的儿子。哎呦，这骷髅头是怎样？啊，反正剧情差不多就这样展开了吧。可能当我们回来的时候呢，就发生了事态一变了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我们就踏上寻找儿子之路。为了呜呜呀，哇，这谁？哇，好酷哦，这个装扮。你是谁？为什么我从前未见过你？我是未来的你，从未见过我。哼，我很清楚地记得你。当你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我看到你爸爸把你扛到肩上。你还没出生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做买卖了，孩子。我只是喜欢不时去旅行，但外面没有什么也没有。你是怎么生存下来的？帕格熊们管理他，帕格熊是谁？不是吗？但这跑题了。我离开太久了，变化太大了。然而他却保持不变。孩子们长大了，又有一代人在悲伤中离去。不哭吧，亲爱的，是你给他取名的，对吧 ？Leo， 我叫他 Leo， 不过他们并不在乎。Leo， 这是为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取的漂亮名字。给你这个，我不太喜欢送礼，请收下这个吊坠，它很珍贵，因为它会在黑暗中不时的照亮你前进的道路，注入你的母爱进去，啊，然后任凭它记住你的 Leo， 不是 Leo。嘘，祭司们来了，哦。进展顺利啊！什么 small turk 这个念念吗 ？smarter 克啊，不会念。认为他可能会惹出麻烦，永远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你认为那个小男孩会在下面成长茁壮吗？他似乎有点体弱多病。希望如此，我们承受不了损失太多。在下面，这样被传到下面去吗？但他们说的好像 Leo 还什么去哪了？欸，熟人晚上不能留在寺庙里逗留，你应该回家睡觉了，请回到村子里去吧。啊，一个宗教背后阴谋论就此展开。
啊，有戏可看了。七年后，哇，这样就七年了，我怎么还长一模一样？你没听见钟声吗？今天到了该结束的时候了，不过觉得有点早，我们已经干了整整一天了吗？等等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出问题了，我们太阳不再照耀我们了。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之前还白天的，现在却变成了夜晚。太阳之树抛弃我们了吗？哦，别抛弃！啊，我们现在干嘛？太阳之神抛弃了我们。啊，帕格熊他们一定注意到太阳之树出了故障。你见过神父了吗？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。试着去组织防御，我去看能不能找到他们。当然，他们要在那也肯定在寺庙里面。帕格熊到底是什么、啊？一只熊吗？避开帕格熊，并前往东北方寺庙寻找高级祭司。等我一下，有人密我。高级祭司，寻找高级祭司。哇，什么声音？哇，这就是帕格熊哦！哇，这个熊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么大只，那不是熊，那是狗吧？那个，这个看起来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像那个，那个什么，什么狗狗，那个什么吉娃娃还是什么马尔济斯强化版本，有没有？哦呦喂，好险！赶快跑，赶快跑！别，马尔济斯不要，平常会对你好一点的，马尔济斯。啊！好啊，博美狗有没有？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往这边走，哎、欸，过不去。哇，我被冻结了。哦，这里还被冻结哦。到底要走哪里啊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走过头了？哎、欸，我觉得我走过头了、欸。应该要往下面走才对。我会因为就要这样子，然后说展开了战斗之旅。哦，找到了，我们又见面了，好久不见了。又是你，你真的喜欢神不知鬼不觉的冒出来呢？我只注意到了，像往常一样，我的时机是完美的。回答你的问题，寺庙是空的，看不到一个祭司。你可能找不到帮手，但你可能会发现一两个秘密。但是如果他们不在庙里，那他们在哪？是吗？这就是问题所在了，不是吗？你知道长子的仪式并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。今天你终于有机会发现更多真相了。也许是这一次你，也许这是你这次再一次找到儿子的机会。聪明的人总会未雨绸缪，但是我不知道过去就这么了，过去这么久了，你公男小，他还活着吗？首先我得去这个什么神坛啊，并拿到暴击熊。啊，什么物件啊？帕格熊、暴击熊。哇，这个翻译实在太屌啦！神翻译，神翻译啊！管他，反正就拿一个叫暴击熊的鬼东西就对了。啊，来来来啊！在我拿到暴击前，我不认为我想踩到那个上面。在哪里啊？有没有什么任务指示啊？完全没有哎、欸。我根本不知道他说的那东西在哪里啊！暴击熊啊，会不会要回村庄？是不是要回村庄？哎、欸，怎么改成泰迪熊？如果你想要拿那只泰迪熊，你最好快一点回去拿泰迪熊。哦，为什么我为了一只泰迪熊要往回跑啊？那是有什么神秘力量吗 ？Oh my gosh！ 外卡撑。被肆虐，被肆虐了！哦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泰迪熊肯定是利友的最爱，不知道怎么的让他拿到，让他行为啊！他是不是那些娃娃在这个祭坛上面，全部都是因为被献祭，所以把那个娃娃放在这里？我刚看到每一家每一户都有类似的这种东西耶、欸！
有没有？你看这一家是别人家的长子的那个娃娃，可是他不是熊。哦，不知道是每多少年都要举行这种仪式，一次都必须要有一个人献祭啊。然后献祭之后拿这些娃娃来就是祭拜，当成是他们的孩子这样子。我这样子逻辑有没有错？应该是没错吧。好，不管了，我们先赶快就是把这个东西放在上面啊。感觉酷欸。我的吊坠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那个神秘铁匠给我的吊坠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哇！我也被传走了。哦，这里是哪里？开始有 UI 界面出来了。序章就这样子，哇！我玩那么久，然后现在才开始序章，序章结束了。我周围全是石头，上面也是。我是在地下吗？他们看起来是一个旧图面书上的沼泽，也许这附近有人告诉我发生什么事，在什么地方保存完毕，自动保存。将来你可能通过访问一个末端来保存进度。好，你可以通过方向键按下日志和任务道具检查一下。我看一下，哦，这是我们的泰迪熊、暴击熊，这是我们地图。我们还可以制作道具，死狗瘾欸。在当地人中间询问你儿子的消息，与当地人交谈，所以就等于说他这是有两个世界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们要献祭的原因可能是说这个地方没有人了，然后需要有人来帮忙，就故意假装是献祭，啊，然后之后把上面的人都传到下面这边来，我随便乱讲的，我不知道。控制盘，我看那边有人欸，我可以询问一下吗？这是什么？哇！果然真的是 Don't Starve 呢，开始收集材料了。你不像我们，真奇怪。虚构的烟雾，没有面具和灯笼，你怎么在雾里出现时幸存下来的？你应该赶快替自己抓一只灯笼赢。什么？你连网都没有？你把配方弄丢了吗？当你开始遗忘，事情就难办了。哦，新配方，酸树枝。珊瑚虫的须卷，卷须，你可能要收集材料，然后呢，通过左键技能菜单制作。啊，可是我觉得我没有现在还老神在在的啊，我还老神在在的呢。捡捡捡，我不管，我看到什么就捡。耶，酸树枝一个。哇，这根本就是有剧情版本，应该是说，不同风格的 Don't Starve 啦。需要钥匙。哦哦，寂寞的暴力，都捡都捡，声音有点大声。他现在还不能调声音的大小声啊，这个游戏。啊，希望之后更新会好一点。欸，我挡住了，我完全看不到啊！哦，我有钥匙啊，上手了，我需要正确的钥匙。我靠，珊瑚虫！呜！哦，三角形是闪避跳跃。Oh my gosh！ 哦，有痛有痛。解决解决，我要他的材料。有，哦，我们刚刚不是拿了钥匙，为什么不能开？这样子吗？打开哦，还要这样用，麻烦死了。哇，这下蜜猪皮拿走，酸果汤。哦，它是他们的钱，他们这个时代的钱，金属代币。我们材料应该够了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去找他看可不可以直接制作啊？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做就好？哎，他不见了。哎，应该是我们要自己做，对不对？哦，找到了，还差一个，麻烦了，还差一个。我这个面根本没看到敌人啊。
Hello， 还有没有史莱姆让我打、啊？还好他们都蛮友善的，不会主动攻击啊。没有哎、欸，啊，找到了，打材料。天堂之拳，天堂之拳，我闪！天堂之拳，天堂之拳，天堂，天堂之拳，天堂，天不了，天不了，结束，有了，可以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按住，哦，有网子了，我要这个耶！ Yeah， 他说这个可以拿来做灯笼，耶、yeah ，嗯。通通都给我，我越抓越多越好。过来哦，过来哦。这好像没有耐煮，没有那个耐久的样子啊，想用多少就用多少啊。啊，算了，我们直接去找那个人做吧。在你的包包里面有一个灯笼影吗？也许还有。哎，我们可以直接做了。哦，新手教学，新手教学。哦，原来有耐久度的、啊，该死了。有了 ，Yeah， 一个就够了。你看，给你看。哇，你有灯笼吗？这是如释重负啦。看上去对于生存，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，所以给你点提示：兽皮配方。哦，哦，酸果，可以做一点东西就对了。给他看熊。我能看看吗？询问关于角色任务道具时，请打开道具栏并显示。他想要看哦。好，给你看一下了。一个失踪的孩子在这里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野孩子，你需要穿过冰冷的荒地到南方找到他，但穿成这样你铁定会冻死在冰上。你应该咨询主人们，他们应该就在这附近。给我一个会在你地图上显示去哪的啊？你功能小，反正就是他给我就对了啦。哦，在这个地方，这个主人超级远的骨质技师。好吧，现在我想要存档哎、欸，我想要结束这游戏，我要怎么存档？我要怎么存档？我要怎么存档？我们先往下走，走到底好了，看一下大家到那个地方会不会存档，好不好？继续走，还有点远。嗯，这可以直接踩。到了吗？好，王到了，是不是这里？兽皮配方。哇，这看起来好帅哦！什么？一个主世界居民居然来到了这里？你这个白痴，你没锁上传送装置吗？我锁了，我讨厌你认定我狮子。我不觉得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啊！就是那个人给我那个项链，让我可以过来这里嘛。你立刻给我回到你原来的地方。哦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不关你的事，你无权来这里，你再待下去会很危险的。我不能回去，机器坏了，坏了不可能，这世纪以来他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毛病。你去外面那个少妇处理那个少妇，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我要走了，现在剩我了。我暴躁的同僚从来没仔细考虑过事情，我猜你像小偷一样偷偷穿到这个神庙的行为亵渎了他。我无法猜到你是如何激活传送装置的，但这无关紧要，因为你不能回到地面。不管传送装置控制坏了或坏了没，反正我自己把它上锁了。允许你在看到这个地方之后离开是愚蠢的。给自己控制这个武器，你可能在这个本地中遇到动物群中性存在下。哇，送五狼牙棒，好哦，好哦。教我怎么做狼牙棒是吧？
好吧，不得不说，我必须要在这里休息啦。即便他没办法存档啊，或者是存档要用另外一个方式啊，反正我就是要在这里做这结束了。真的，再这样下去，可能要玩超过一个小时了吧，或是半小时了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啊？那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就是把这影片分享出去，以及按下你们的喜欢，或者在下面留言啊。那我们今天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